一生吗？我的名字是 HX，我将会是你死前看到的最后画面。增压中，四号、十七号和三十三号已接受协定。侦测到电筒，侦测到电筒。在听哦，打招呼吧。嗨，宝宝再来。让宝宝看你长多大。这么大。很好，那你会唱歌吗？那里有只小鸟。唱得真好听。那我想你呢。我想你。那我爱你。宝宝，我爱你。然后你能说我等不及想见到你吗？等不及想见到你。好，现在说再见。拜拜。这里是 UNSC 鹈鹕号一二一六，听得见吗？这里是 UNS。是主电力元件烧掉了，护甲关闭后触发了生存模式，我得想办法复写程式才行。好吧，如果你听得见我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拜托别死，拜托不要死。士官长，欢迎回来。我把仅存的电力重新导入你的装甲。我在校准矩阵里发现了一个错误，我猜那应该是校准矩阵吧。好，跟着光源往上面看，
试试看我下，看起来还好。试试右边，换左边。你的面颊影像和电动机功能还能运作，但你手里的伺服系统好像出了点问题，移动看看。别激动，你飘在外头好一阵子吧。 我就记得这里有东西能查看你护甲的诊断资讯。我大块头，别激动啊！你不是状况回报？状况回报？什么？士官长，你得看看这个。 我们失去了，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了，我连这是哪都不知道。不，不用，别再来了，我们得快逃。我需要武器，我只剩这个了，这够了。 随机应变，把门关上。主电池没电了，我们被困在这了。 这就够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不，他们启动了停滞光束。啊，我们逃不了了。你去搞定电池，我来争取时间。 停滞光束还在的话，哪都去不了。那我们就解决它。停滞光束、武器全都解决掉。可是，那你要怎么回来？我会想到办法的。敌方传进的艘停滞光束控制了，初始扫描状态不明，请求九队部署到一号停机棚。 是什么？快行动！也你好看！投降了，这样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好。
他已经死了。像素是 Atreox， 攻击无尽号的人就是他率领的。他在找某样东西，他把所有人都杀掉了。我知道，我见过他。唯一活着的两个人类，那还有希望。
Lasky 舰长的救生舱已发射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我们了。陆战队，把你的小队集合起来，前往最近的空投舱。快，行动！遵命。Torres 火力小组，和我在18号停泊区汇合，准备前往地表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行动。剩下的超级战士，如果你们还没离开无尽号，请立刻撤退，前往救生舱。维佛一号，许多人员正在前往 Zeta 环带，你们看到什么了吗？流放者载具无所不在，遍布天空与地面，准备好强行着陆。大家都听到了，保持警戒。地表舰，超级战士，我们与你同在。我们快点完成吧。
就会夺下胜利。Atriox， 你听到了吗？纵使生命已消失，你的意志仍将实现。你的军队占领了这个环带，很快的，它就会落入我们手中。人类会畏惧你的丰功伟业，被战火吞噬。他们无耻的抵抗，终将成为过去。我们有新的问题了。我们得赶快离开。我正在处理。快一点，这艘鹈鹕号快到甲板上了，但电力还没接通。别让他们攻击我。我们得赶快离开。我正在处理。快一点，这艘鹈鹕号快到甲板上了，但电力还没接通。别让他们攻击我。武器上马，这里在这边。需要骇入。好的，你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新计划，破坏这艘船舰。你准备摧毁这艘船，连同我们一起？我要死在这里了。冷却管线通往主引擎。所以呢？我要把这东西加热一下。攻击！谁能打你？
什么也没发生。我还没好。快点啊，我看到他们了，鬼面兽还有那些小东西，他们全都虎视眈眈的，别让他们逮到我，拜托。兄弟，可真是个胆小鬼。
官长回来了。我们以为你死了，被丢入虚无之中了，你还活着。人类称你为救世主，星盟叫你恶魔，流放者的猎物。要摧毁这艘战舰就随你吧，无所谓，流放者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那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不，但他知道你，他很了解你，你必须快点回来，我不知道这艘船还能撑多久。Thank you.
士官长还活着吗？我没事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救你。寻找 UNSC 吴静浩。UNSC 吴静浩，级别超级航空母舰，成员数7150人，未找到。进场周边扫描，侦测到1986个 UNSC 标记。状态：已死亡。士官长还活着 ？Atrix 向我们保证过他死了，你难道不愤怒吗？不，这让我感到振奋。你承诺过复仇，让我们成为优势物种和改造计划，而他的存在威胁着一切。你在质疑我的领导能力，质疑 Atrix 的眼光。Atrix 死了。在这都是他的错。流放者再也不会向任何物种屈服，无论是星宝或是先知，也不会是他。这个环带将全面启动，拜托，然后你就能复仇了。剑术大师，跟踪超级战士，保持距离，我要知道他所有的行踪。接收，已找到加密讯息，读取，正在尝试解密，解密失败。寻找讯息来源，正在进行三角测量，正在进行三角测量。士官长，好了吧？如果继续待在这，他们会回来的，被他们发现就死定了。正在进行三角测量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降服，已定位讯号，已上传导航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你找的方向是错的。我们得赶快回家去。规划导航点。要求手动操作飞行控制复行。执行。已启动自动驾驶。等等，你开玩笑吗？我们为什么要下去呢？流放者想要把我们全部歼灭，所有人。然后呢？单靠我们就能阻止他们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输了。需要支援，不要逞英雄。不，我们尽自己的职责，保护人类，不计代价。我不可能是你唯一的。电梯入大气层，自动驾驶取消，倒数五。士兵，有新任务了。怎么了？下面有什么？三，一把武器。二，又要武器？一，你到底需要几把枪啊？你有病吗？再找你这个超级战士，真倒霉。这主意烂透了。他们朝我们来了，全都来了。敌袭，四周都是敌人，这里不安全。好好的。
批流放者载具过去了。费力。如果你事先知道自己将如何死去，
数艘敌方船舰往这里来了，数量太多，我们快没。都过六个月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回事？ Cortana 在哪儿？叛变人工智慧 Cortana 已经消失，她被删除了。怎么会？你做的？当然不是。你是撞到头还是怎样？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收到的指令是进入这个特区，模仿口塔纳，并将它锁定，以便回收。而你的指令是负责将它带回无尽号删除。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，那好吧。还有另一件事，在成功部署之后，删除我的程序本来应该会跟着完成才对，但我还在这儿。很好，很好。我的程式失败了，我不应该在这才对。你必须把我删除。不，不，我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的任务结束了。我们有新目标，流放者打算发射这个环带，我们得确保这不会发生。首先，流放者是什么东西？再来，你应该已经注意到这个特区有一块重要的部件损坏了，所以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办到。第三，要发射环带，他们就需要启动索引器。口塔纳有索引器，我也有索引器的部分内容。你的删除程序被阻止了，我们得找出原因。但是，这不是任务内容啊。任务改变，一直如此。你确定吗？是你做的？不，将我移走才触发了环带的反应。你必须理解，时间不多了。如果你事先知道自己将如何死去，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过一生吗？那声音是 Cortana 的？不对，这不是他，只是尘土与回声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这些只是不断循环的资料片段，直到没电为止。就在我们的周围。如今，他们曾说我是冷血的机器，他们见过那些脸孔，75个健康的样本，全是我亲自挑选的完美实验品。他们无法全活下来，我了解这一点，也接受这个事实，尽可。有个样本，我特别希望他能活下来，他完全符合我们即将面临的形势。
它的编号是117。前面有东西，我能感觉到它在呼唤我。是流放者，没错，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臭得多。你能闻到吗？你护甲上有很多感测器能侦测到，我分析了资料。啊，你闻起来不错。是讯号来源，桥梁失效了。没错，或许附近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恢复运作。他们会给你新的人工智慧，若 Host 允许，还会给你另一个孔探的模型，但那不会是我。不过你应该很清楚。安全吗？应该吧。对，很安全。这个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知道原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那的确是我。我记得那是我最后被删除的部分。让我你因为受到选召而来到这里，我们的敌人越来越聪明，数量也与日俱增。我要给你看的东西能协助我们扭转战争的局势。我一直努力将船舰上人工智慧的战略力量完整地运用到战场上。准备好了？是，侯西博士。和之前的人工智慧模型不同，它会位于你的心智和装甲之间，直接和你的神经界面沟通。它就像是你的另一双眼睛，能强化你的反应及提升你的侦察能力。他不帮你做决定，但能缩小你与敌人之间的差距。如何称呼他？问他吧。他替自己取了个名字。士官长你好，我是寇塔纳。你们将是我们全新的希望，你们两个携手合作将会是人类生存的关键。寇塔纳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你能成功地完成任务，即使必须牺牲他自己，或是你，也在所不惜。发生什么事？我碰了他，然后……那是真的？那只是资料而已，他就在这儿。